安快乐，自知之幸福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就是每天过得快乐的，快乐，觉得好的状态，过得没有那么有压力，快乐就好，每天过得快快乐乐吧，快乐，快快乐乐打球就很好，幸福就是让人民觉得，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快乐，快乐两个字很重要，平平安安啊，然后要知足，有饭吃就好了。天天开心，日行一善。跟朋友和家人在一起，跟家人团聚，至于家人在一起。幸福就是要人人有工作啊。最快乐的就是幸福了。也就是像现在可以悠闲逛街吧。每一个爱这块土地的老百姓，最重要的幸福呢，就是家人都可以在一起，然后这块乐土上能够安居乐业。祝你平安，就很幸福了。住在金门就很幸福了。有人吃饱来这头，快乐上好的啊！